咱在法律上有补充哈，补充这个诉法，哈，诉法不得破体，啊，加补充的这个精进的十种利益。那么咱顶一点钟是讲到这个，顶一点钟啊，讲到第一是讲他不接法，第二是得佛所念。第三为非人所惑，第四文法不亡，第五被文灵文，第六正中辩才，第七第三脉性。这是顶一点钟都讲到这，啊，再来讲第八条。这个第八条有过精进的人，消病消恼。所以迄个佛陀吼，拄佛陀个个文安讲安怎文心吼讲啊。沙婆世界教主，啊，你消病消烦恼，吼、哦，迄、那个佛大佛拢有这种的对文。想到开安尼，其实讲哦，咱应该终生是无病。你若是讲今有个文化，贪嗔痴的病都无，安定无，都无这个病哦。啊，第二点哦，较无苦恼。无贪嗔痴的病，就较无苦恼。啊，即伊就佛教佛教问我，就讲啊，你是毋是为着众生有病？那是为物个大师讲我无病，毋过我为着众生给破病呢？毋靠做者国主啦、雕神去甲请安。好、哦、啊，这是菩萨都是必然安尼啦。看到众生给作业，啊，伊心内就艰苦。好、哦，这是给讲这个问题。但咱若讲咱在地上吼，比如讲你今有个文化，即内底讲安尼，菩萨无住凡能精进无碍，比如对即个戒律，修到无半点的瑕疵安尼。吼，因为即个凡行就是啥清净嘛，清净行就讲我若无杀业，当然就无即对待即果报；我若无恶口，就无对待即果报；我无贪嗔痴，就无三毒安尼。吼、哦，无三毒，即个叫做反省安尼。无三毒，无心口意念，即个叫做反省。爱慢慢修习我新十足的清净。吼、哦，但是即么来哦？伊即么一个讲对安尼，咱众生全丢呀！吼、哦，虽然丢也不行。比如讲，我今日主动戒律，啊，我有去精进看经典，吼、哦，啊，去听录音带。虽然讲你安尼做善家，有去度众生呢。暗时啦，日时安尼个努力，安那照讲哦，一句一般医学讲的，十一点若无困会带肝病，安那我来甲讲爱死过来变啊，敢听有？我要叫十一点困足少，用这个十一点的进程是会计循环过，啊你若无十一点前困哦，拢会得病得肝病，安那安尼我死过来变了。哦、我无一暗下当十一点进行困嘞，拢差不多伫咧一点嘛嘞。啊，即嘛呢，伊即嘛就去讲，虽然你努力，丢也不行，毋过善良调息身心，你家己会注意。会注意的中间呢，即嘛来哦，是以上的平安。我今仔无为着啥物个烦恼，佮即嘛一个问题讲，大自然起起来呢。哦，即个时间呢，安尼去考虑一个问题，大主播电较紧好落去。啊，甲这个关心着讲，我已经甲菩萨发愿，我在人道中间要度一百万人，当然到处都去。哈、哦，这我是有甲恁讲个，啊，甲这大乘佛法弘扬我好安尼啦。啊，我其他有不紧啦，因为什么时阵要回去就回来嘛。啊，等下就佫较起来安尼，吼、哦！啊，咱前日有甲咱讲过，修改的人，你若是，吼、哦，这条吼，这条，啊，我即若要上改，我若是身体顺顺哦，我若食足济，啊，若感觉讲物件好食，加食顺顺，啊，袂要紧。所以正即问题，佮讲安尼，你上得起呢，就消病消烦恼。较无烦恼，
啊，较无即个病痛。啊，但有即个病痛，这是肉体必定有的，有就毋过有迄个好因缘，摕到会当甲我治病药来安尼。吼、哦，啊，所以咱即马讲学佛的人，有好啊，计咧顾嘛，较无病苦。啊，业障我咧介绍都。啊，我对世法无啥物烦恼，干那唯有烦恼众生，烦恼即个国家的问题，袂当得到安泰。那暗个袂当得到安泰，咱烦恼加减烦恼都直直教育，看众生啥物变变安尼尔。因为啥呢？即、這个相由心生，那么咱就道理啊。相同第一，咱个人的个体相，嘛是由即个心变出来啊。无论宗教还是衰败相，嘛拢心变出来。啊，国家这个灾难嘛是心变的嘛，这袂搞真啊。啊，唯有众生恁来当净化内心，这个国泰民安嘛。啊，那个人来讲，就消病消烦恼安尼。哈、哦，迄、那个两三年前，差不多两年前吧，哈、哦。因伫邦桥拄啊讲到即法华经的尾啊，尾啊中间拄啊有即个火星降临，我讲这三年来绝对有大代志出来，天灾大代志。三年来按照即个中国文化吼，历史都有讲出真侪什么时阵水灾、什么啥物，就是拢有火星降临。啊，两年前都有即个问题，火星降临，我讲这两年来、三年来绝对有大。你敢想讲，世界各国拢水灾，日本十个洪灾入去，洪灾结束了，佫地震。哦，这毋是，因为这是一个征兆，啊，这嘛是讲，这嘛是心变出来啊。哦，啊，今仔日咱学佛的人，虽然讲有一个工业形成伫这娑婆世界，毋过咱会产生个毕业，可能一般较袂来做有这代志。哦，啊！你若家庭的问题，就当然你家己变你家庭的这问题，这个心变你家庭的问题在。比如你今仔个学佛的人，你的心已经清净，不过家庭其他人都无要修，哦，安尼当然就变个无杀杀，但是你都无伤害到，但是无伤害到来到讲，你嘛一个烦恼伫咧。哦，但是即卖重要是讲，你要安怎引出你厝内人同齐修行安尼。同齐修改，安尼家庭就比较开圆满。啊，做即马即个即条就去讲，今仔你个精进的人，当然即个精进多方面，那是以即条来讲是精多面。当然即条要讲消病消烦恼吼，即个从以戒律为主。好、哦，比如讲阿未受我戒，无受我戒，有皆受我戒了，你绝对袂使粗粗鲁鲁进。你若粗粗鲁鲁吼，我你讲我那无啥物德行同我讲。哦，当然是由这个初学比现安尼，伫修好好些安尼，安尼当然这个概率，得到消病啊，加消烦恼安尼，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好、哦，啊，你若更加精细，更加好诶，啊，你厝内就这么善良，麦当滋养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滋养着，嘛减少你真侪烦恼。好、哦，啊，你若无这个苦现出来，就是病现出来这个苦嘛。真减少去，吼、哦，即、这个是讲精进的人，无病阁无烦恼，吼、哦。啊，即第九就讲得失灵相，得失灵相就讲安尼，注意下。比如讲，菩萨伫断天有精进，清净心戒律有去精进哦，吼、哦。不过你对阴性感觉无啥物节制，无啥节制讲，即、这个物件都真好食，我加个食一撮啦。安尼来甲讲哦，你绝对袂中毒。袂讲安尼一倒来困啊，食啊伤饱袂消化，啊得翻来翻去，啊得起来吐吐开开话，袂安尼，好无？迄食伤济人困袂起啊，无消化，啊无消化就起来安尼吐吐呕呕吐吐。伊讲你有哪消化去？你搁加想讲物件好食，加食一撮，安袂紧得着？有哪自然的消化条件？吼、哦，这个叫做不节制，吼、哦，食欲食欲，吼、哦。吃了随消化去，知无？啊，有时咱来讲，不是腹肚肚啦，不爱食，迄有时是过头疲劳，无奈安尼啦。
安尼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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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真济，我那歹笑话，这是对。哈、哦，但是会结症。今日你老过精进，你食随消化，消化了呢，哈、哦，而无停滞之患。比如讲，未讲食落，啊，准停顿伫咧胃内，消化不去，咱知影无？未安尼。好，恁家己想下，会消化未？恁会未消化？也就我看卖，食落就吐掉了。迄那安尼话吼，就是恁无精进。那有过精进啦，我那随消化去。好、哦，这是讲安尼哈。现在第十条，如有拔罗花，哈、哦、啊，这拔罗花是用青莲花的意思。你有个精进的人，你心就青莲花啊。那么这看对者来哈。注意哦，这个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因为你有个精进嘛。有个精进，虽然世间人看到。哦、你安怎呢？你伫这个污浊的环境里，唔过你真得性，你反应已经收起来，啊，就感觉你这个人真高尚，啊，真高贵，啊，袂含人世间安尼杂乱。可以讲呢，这种的尊重是达到啥？真善美，真善美听好不？列位十真经。啊、你人真善良，真善良，当然气质就出来了、哦、所以我才跟您讲一下、哦、学佛的人，你若已经有一法啦，啊，你才修有起来。现在来讲哦，世间人就看你对你有一个喜有之想，比如讲当时马上，和木建连甲夏立看着讲，哪有这个人安尼？世间毋捌看到的。我才跟您讲哦。这个像精进，到底在讲过无？这个我煞停了。按这个个行进冲害难为罪，哈、哦，敢捌听过？文学里面有哈、哦，啊，再第二句嘞，独靠武山不喜魂，有这两句嘛哈、哦？文学内底有这两句，迄个讲啥？独了武山的魂。其他魂无亲像魂安尼，除了虫害的罪，吼、哦，其他罪都无像虫害的罪遐水安尼。啊，即马即个是去形容一种人，即马即个哪会使形容一种人？吼、哦，形容一种人是成语来在讲鹤立鸡群，譬如讲一群鸡，啊，独独一只白鹤徛伫内底哩，感觉非常特色。所以虫害真特色，武山的魂嘛真特色安尼。好、哦，你注意听哈。即个讲，即个人修有起来，伫即个群鸡中间，把伊一个是特色的，即个白鹤，佫较悬，佫较水安尼。多亲像即个啥，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安尼。知影无？所以我正要讲，佛教界内底连咱这地主。但是真正你有落实大乘的一种境界，啊，才会得行出来，应该弥勒讲堂内底会在众生真得性安尼。哦，我搁再讲一个历史给你听。当时这东坡，苏东坡吼，印度一生有那苦难咯，但苏东坡过去就修行人，所以一出世了那真有气节，啊，一世界安尼赶甲派来派去安尼。有一天不知道在一个所在住住地的时候住几栋我来做官官忽然间隔壁一个查囡仔十六岁来做苏东坡讲话这查囡仔家己自身讲讲伊要嫁苏东坡但迄苏东坡才六十岁啊这查囡仔十六岁啊这苏东坡感觉奇怪吼啊我六十岁啊你要嫁我什么原因伊讲。世间的人吼，我看看都无一个像。所以我要嫁你，就是事后你我嘛甘愿安尼。啊，在苏东坡讲，我是六十岁老头子啊，啊，你十六岁的少女，怎么可以这样子？伊讲无安尼，你嫁阮后生。迄个主人讲，恁后生唔是你。
我讲敢听无？因为因后生的气质，虽然讲年少，不过都无苏东坡迄款水准安尼。苏东坡讲袂使进，吼、哦，安着到底人会讲话。像讲你甘愿买来我爱所在，你讲甲我整理出来，你都甘愿安尼讲哦，啊袂使进啊。啊，迄、那个租金啊，搞袂安怎？问题就伊看世间人无一个像苏东坡安尼，伊较要甘愿嫁，到尾毋着苏东坡无接受，无接受了，伊就安尼游问，死去安尼。哦，所以讲，沧海的水甲巫山的云，就是即个全中国内底，迄人惊透透，就讲巫山的云，啊加即个沧海水。上个特性，即、这个原来当引入一个一种人安尼、嗯，啊，到即个鹤立鸡群原来当引入一个人，一个五族恶势中间有一个真特色的一个君主伫咧，级别啊，佫比人较官大，好、啊，安怎样吼？啊，所以我即摆要甲谁讲七条，第十条讲亲像青莲花，今仔日咱伫五族恶势，即、这个娑婆世界五族恶势。咱有只菩萨都去进修，我哩讲，有那洁身自爱，袂去污染到这个世境，安尼才是真真正正咱大家共同的特色。伫佛教界，咱徛起来比人较悬，吼、哦，就是品德比人较悬，比人较优越，就是精进的人会当安尼，吼、哦。所以今仔底较讲安尼吼，菩萨有。凡人精进无怠，虽然处在生死，不离烦恼之所念中。烦恼啥世情？我今仔日学菩萨行的人，已经听到大乘佛传，恁个人爱真真正正爱自爱。哈、哦，绝对袂使讲世间安尼无啥啥，你也计含人无啥啥。阿佛教中的即马计安尼，安尼做迄个非法的代志，阿恁若干来要心善海物件。这样就不对了。您一定要跟你讲，今天我已经受过大乘佛法的教育，大乘佛法的道业，当然我爱站在大乘菩萨的这立场里底，我人生才会当光明，才会当实际。您一定要注意一点。人讲安尼，直接去听经，啊含凡俗并无啥两样。哦，啊，着人会去讲对，你着要去装，要去装。较早是有看到，看到迄个别个团体个菩萨啥，恁伫那个小南，我是有看到，我不爱甲恁讲，啥物人看到，吼、哦，啊，佫后人，那个钢链桥啊，钢桥啊，啊，叫两桥卡个，我甲你讲，恁真正唔知好歹都对，哦，我对恁安尼，我实是对恁足不满个，吼、哦，安怎样无？佮叫人叫我卡，吼、哦！啊，所以我正要甲谁讲者？即马进来底吼，即马即个讲世法啦，未受到世间的这烦恼，贪嗔痴你也未，杀盗淫你也无，恶口奇语妄言两者拢讲无，因为即个叫做污染烦恼嘛。安尼呢，是未受到这染着六尘染着犹如初发，吼、哦！见者亦生喜忧之心呢。像啥像迄个油潭白花，迄个讲青莲花，吼、哦、人感觉讲，即个人是真洁身自爱，也未受到世间的五尘所影响，心思不净安尼。啊，今日已经学佛有个精进了，文殊修，当然你得变出你断烦恼出来，断烦恼当然你个业外相也清净，吼、哦、啊你个环境也清净。即马环境清净，恁爱家己注意哈，唔当爱放个阿里阿啥。当我厝边隔壁去恁厝，我就讲阿里都计这人计下古那个来点呢垃圾乱了，阿里全粪扫，糖也无切，刀也无切，这种袂使哦。阿里身躯也无一个庄严相，这也是不对的。家己要一个自我洁爱，洁身自爱。哦，因为你要将来要做人天的模范呐，啊，惊树安尼，甲恁教恁哪一个当照安尼行，树唔够一个特色啊，
煞毋是安尼。啊，若无恁烧香含人安尼烧香，事嘛无啥物特色啊。吼、哦，你啊注意，所以精进都有这十条会利益出来。这个是到尾的这条了，不离烦恼之所念，着犹如初发，见者亦生喜忧之心，看到会感觉你是三宝中这个合力结群的一个信众安尼。哦，一定要做个安出来，阿麦去吃，麦学别人。好啦，那有真正有境界，要去南开南，予人感觉你真稀有，都真有马性。啊，这个真有马性，讲啊，这个是上家财官书的长照法师，安尼你就袂加下体面。今嘛阁看了这段心清书性，啊、哦，听过大家叫调，啊，那下当是我起来呢，安尼哈。心清殊胜者，为诸菩萨，由是品类宏德，方便善卡行杀生等十种业，而无有罪。哈、哦，生无量法，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由诸菩萨现行变化身具两业，应知亦是心清喜乐。由此因缘，协助国王施行种种恼忧情事，安立幽静避难野中，又现种种诸本性事，哈、哦，施行变恼诸于幽静，尽悉摄受诸于幽静，先令他心清净净心，后转成熟。是名菩萨所发，是乐心清殊胜。这段头前者讲，就是你今仔日咯，真心殊胜，你就是杀业，有哪无罪？安听吼，你就是杀多淫，真干的是讲杀啦吼，就是杀业，有哪无罪？第二点就讲，你口语心机业，吼、哦。在那个不得已中间，你用心机甲来甲讲，你有哪无做得着？安怎吼？这点，这个重点是要甲咱讲安尼。那么从这个量，即卖解说，从这个量量上看，是讲大，就是从业绩来甲看是微妙难思议哦。现在啥个还无做，都奇怪啊咧。哦，不过这毋是凡夫看会出来。即卖这点爱听好，书甲恁讲好详细。本来杀多淫，恶口起妄言，两舌都有罪。想怎样？这个行杀生等十种的业，无罪。好、哦，啊，即马咱在怀疑，但是内在底有解说哈、哦。比如讲，今仔日这个心清的思想哈，有分作三类。第一叫做方便善卡行十恶业。啊，你唔能讲行十恶业真正无罪啊！哈、哦，即马这个行十恶业，看什么种的境界做出来。安怎样无？咱凡夫绝对袂使进，不过这是菩萨啊，心清殊胜的代志啊。所以你今日听无好，会感觉这个法义上会感觉怪怪安尼吼。所以讲，如果众生要做无间的大罪，无间业就是地狱业啦，对，地狱的业。那么这个时阵菩萨怎样来现过来哈？你有现无？有众生要做无间地狱的罪。啊，即嘛，这个时阵菩萨知影，知影吼。如果那无好好方便来解阻止，嘛不忍心看伊堕落地狱安尼。啊，不过这个重点是这个方便阻止，吼、啊，比如讲，这不同用恶业来阻止，用恶业来做，恶业本来袂使啊，但是用恶业来做，所以这个十宝藏经就是真样有安尼记载，比如讲。世尊为菩萨时阵，因为怜悯心，怜悯心，因为为着要救五百个生利人的性命，所以听哦，连贯家己对了无间地狱去救，去杀一个恶心的尊主安尼，安尼杀人有罪无？有罪，但是伊都甘愿，我要救这五百个人，五百个这生利人，所以家己对了地狱不要紧。伊本身去杀迄个尊主安尼，吼、哦，这个是伫这个个啥？十宝藏经内底有这段记录，这段记载。所以这个爱看好哈、哦，所以就为着要救五百生的人哈，杀、哦、一
恶心的尊重，凡是菩萨令伊如是的品类，像你这代志都知有这条典故，啊，你怎么来哈？再讲有这个品类，所以悲心为出发，哈、哦，方便善根行杀生的十种业啊。啊，所以我今麦甲注意讲，这是前礼拜先讲，你的动机是悲心，唔是亲人心要抬迄个尊重。我讲你唔得听，等下怪咩？你发迄个悲悯心，为着要救这五百人，不得已去杀迄个人，唔是因为我受气这个人去甲杀安尼。啊，敢听有？安尼转会过未？你自悲心发出来，人数遮济，啊，你要这个损失要公开，不得已，吼、哦，我为着要救这五百，我无杀死袂杀只安尼。无要紧，我落地甲倒地，落地甲，因杀人是落地，安尼我落地甲无要紧啊。但是这个未必下地甲。因为你的悲悯心哈，迄种动机是真纯正的动机，哈，所以这不但是无罪，并且会生无量福。啊，搁再来，速证无上菩提，证定菩提安尼，哈，安尼看好无？哈，之前有一个人问我啦，哈，讲啥呢？讲，迄个车出车去弄掉，进来得即会，即会当然伫昏迷伫困难呢。但讲即个神吼有出一贴庙呢，出贴庙啥呢？讲用红豆棍啊，内正正又甲加只啊甲灌落，灌落了即个人的迄个红会退掉去。这是较早吼无破闹啦吼，所以用安尼来救即个人安尼。啊，这是我还没出家的啦哈。像你为着救这个人，啊，你是为着要救这个人哈。啊，你知影这个道棍啊，半碗红道棍啊哈，半碗啊，甲酱油加只好啉。你是要你要救这个人，还是无爱去杀掉掉呢？搞我问这条代志，我现在有一点啊丢丢了哈。半红豆棍应该是有那属地五十只以上。我讲我要救这个人，自卑要救这个人。那是我今仔杀下只红豆棍啊，而且罪业我来担呢。安尼话咁对，我甲答应安尼啦。我答应讲为着要救这个人，我抓五十只红豆棍啊加只来救只，按这个报我甲担呢。好了，这是一个问号了哈。个人的起心动念反常，唔知哈。啊，不过今麦咱来甲看哈，搁再看第二条，现行变化生机意念。比如讲，头前有讲到杀生等十种恶念，头前者为着要救五百个生理人，去杀这个尊师安尼哈。这是讲这条，但是杀是实在的众生哦，哈。譬如说杀的实在有杀的众生，现在来下面这个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来菩萨现行中变化生机能业，那么这个变化生机能业这个化业原来是真心的这个概论，真正概论的重点，比如说像菩萨实现做国王，我跟你说菩萨实现做国王很多譬如讲，伊买做专人圣王，好、哦，安怎哦？即有甲咱讲过，因为即个国王、国主吼、哦，最大的金轮王，啊来甲银轮王，啊来甲铜轮王、铁轮王，即毋是干呐？关键即三宝色个尔，即三宝色个叫做南疆宝珠，好、哦，啊像即南疆宝珠，较过真济国王安尼，总统国王，哈、哦，啊像要甲谁讲个吼？菩萨实现做国王，实行种种。并让众生的这个代志，哈、哦、啊！不过这个呢，有牵连到安立有情，在这个戒律中，让伊来当修修法行善，无做着犯戒罪恶这代志。啊，像这代志，我正讲，沙乌沙乌地阿拉伯，现在做贼啦，恁不要看到因的因今麦因的法律，
品做差啦，手甲你剁断。你敢知影？知吼？别人看到都惊死啊，都唔敢做啊。这是一种治国的方案，治国的这个方法。你知无？新加坡、美国一个囡仔去，也唔知犯着什么代志，用钉条甲钉，有无？几年前敢有犯这个？迄囡仔犯着因的法律，用钉条甲钉，速卡只片，甲钉在五个、几个、几个拢，那讲，这个肉拢裂去，啊，血拢流出来，哈？嘿，啊，甲送医疗，甲送到美国，因遐囡仔拢唔敢搞怪。吼、哦，啊，那假使讲轻判，安尼来甲讲哦，可能其他的囡仔会直直做唔对。沙特阿拉伯因为出产石油，因个国家真富足，吼、哦，教育拢唔免因出钱，生活拢真富足，佮在钓做产，伊手甲你剁人，所以过来拢无人敢做产人。安尼是自卑还是凶恶？想看卖，这是讲这条，种种人有讲这事。但是脑乱幽静的这个事，较来安立幽静，伫这个戒律中，安了讲。所以下面即讲修法行善，不作犯戒罪恶的代志，互因大家拢会当修法。譬如讲，吼、哦、实现种种脑幽静的代志，啊，互因只其他人修法行善，袂过犯戒罪恶。譬如讲《华严经》所讲的。后壁迄个就法界变来，对善财童子参礼一个无恙足王，见着国王作恶多端。那么，他家在看到国王做，他家在百姓吼，家挂耳啊挂鼻，种种残酷的刑罚。啊，甲家在这边人，啊，履行着这个杀戮，吼、哦，啊，这在中间吼，即嘛这个啥呢？这个善财童子是唔去参见。那么，恁看这个资料。原本的这个资料，这个到底是安怎样？好、哦，以前讲到这个咧，啊，到富贵人讲听到广东去，你唔当无去，这中间你若无去，就产生危险。像这个是第十七啦，五十三参内底第十七参，啊、哦。这就是他头前十六章是参那个普贤中者，看无？找到未？啊，这个、普贤中者甲甲鼓励你，搁再去参用，去参这个啥？参这个无厌足王的，哈、哦！无厌足王说，伊即马直直行来到这堕落东城，啊，去买参这个参访到这个无厌足王。看菩萨都是安怎修完的，安怎行，所以你行，去问到行过足远哦吼，足侪声一般，讲去问到一个青年，宏观的方向吼，现在都要伫正殿去处理这个国家大事，用尽了半暝去处理啊，用嘿啊，我老方向就是安尼啊。但是即卖讲，到这阿咪恁方向阿未休息，所以现在动作就真惊呀。但这少年讲，阮的方向吼是一个亲情爱民的人，但是呢，伊常常为阮的福利工作到这个深夜里，伊逐日去处理罪犯的时阵吼，拢总还可以感化的这个，甲感化，未当感化，伊就该处罚了呢。啊，未当感化就该处罚，总管误掉。遇到这个相思的讲修过，一定会当决断较真清楚。对，但是对于这个高，这个高主啦哈，啊，甲这个忏悔的人，啊，甲这个弱势的人，特别注重该抚育的工作。但是伊是用教官爱断毒、杀刀、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忌忌。鼓励阮爱远离贪嗔痴，啊！甲下见，这个是迄个青年甲这个善财童子讲的，所以阮的方向是一类不可多得的这个圣君安尼。好、哦，但是这善财问讲，你去讲恁的方向会处罚人吗？伊讲会啊，会处罚人啊。
所以这年轻少年就甲讲啊，我的皇上哦，对遐违反国家律法的人吼，也是盗取他人的财物、残害他人的性命的人，也是讲侮辱别人的妻女、奸淫、淫妇、奸淫，或者讲心怀邪见、亲信、贪质量，这就是贪嗔痴嘛。就命令部下将因拔起来，甲依照个人所犯的罪过，吼、哦，啊，甲应得的这个处罚啦，吼、哦，有时阵甲伊剁断手棍，有时阵对耳啊、鼻拢甲目睭嘛甲挖开啊，安尼就足残忍嘛嘛吼，唔对就甲挖在，但是呢，搁在有的人咧，搁在对头壳甲砍断啊，吼、哦，断头都掉，吼、哦，好，而且。嘛，有先甲剥皮啊，啊，甲蛋类血淋，也是蛋类汤淋类煮安尼。这现在同都听一下哈，哈、哦，有时阵对高山界叫人叫兵士来去高山对这罪犯，对山顶甲蛋类，哈、哦，啊，地甲有各种的这刑具，直接甲处罚安尼。现在同都听一下，大惊失色，讲闹人安尼。伊个家己种自言自语讲：“我为着要利益这众生，开接受菩萨道，但是要求菩萨行啊，今仔日这个国王也无要以人情治天下，好、哦、用这种惨无人道这个严刑峻法来迫害百姓，做这样大一个罪孽啊！这个应该是无值得我去参访安尼。好、哦，以前就看讲这个。”这个叫上呢，这个什么王啊？这个叫做啥？无阉足王，这尼啊，吼、哦，暴击，安尼这嘛无代替我参谋。这个时阵哦，忽然间感觉空中有天神给佮伊讲，讲善男子，你应当唔通未记住，吼、哦，你是要参谋一个善知识。头前你所参谋的这条参谋，这破竿中者，算是叫你来吃吗？吼、哦，啊！你是不是未记住？现在同事想讲，我无去未记住，无去未记住，佮做天神当。既然你安尼，你就应该去受伊佮你引导啊！你袂使听这青年安尼讲呢，啊！你都唔记，卖怀疑，爱知影菩萨往往吼有伊个善巧方便，但用各种无同这方法去摄受，摄受众生护念、众生成就、众生修护、众生度脱、众生。调伏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这是菩萨的善巧方便，不是咱从表面上就会当看看，就要下一个断语讲，伊是一个暴虐，而且昏君安尼。吼、哦，伊就安尼甲讲，所以你必须深入去了解，才会当明白伊治国的苦心是现在安怎呢？因为他到头前讲啥，后八婆的，后斩头的。听一个惊死啊嘛吼！后加用火加烧，又用滚汤加滚的，知无？那么这个听者，伊讲有伊个苦心伫咧，你去甲参访，所以想着当初听者为了方便带我，伊立即去参见无阉足王。啊，向这个无阉足王顶礼讲讲圣者，我早就先发菩提心啦。不过我唔知讲这个菩萨的应该安怎学。才会当真成熟，吼、哦！所以我听到，吼、哦，圣者是圣人教诲，希望，吼、哦，你会当教我解说。从我听到这个天人甲讲啊，普间中者甲讲，讲你足够教育众生，何众生会当悔改安尼？所以我请你甲解说。这个时阵，无阉足王在处理这个政事、国家的代志啊，啊，已经过一段路，准扭到这个善财童子的正手，啊，准向江东、江陵准走去安尼。跟你走去了，顺手指到一个座位，讲这个我一向拢坐伫遮，啊，你有哪坐到遮，喊我谈，我跟你讲安尼。哈、啊，所以这个无阉足王就继续讲善男子。请你仔细看，你看我住的这个宫殿，你甲看宏大无比哦，甚至呢，佫用真侪珍宝庄严性的，啊，毋过周边围绕的拢总是鸡场啊，
吼、哦，差不多一个地界入地界尔。但是你甲看，这个真耀眼夺目的这个老哥，不可思议的这摩尼佛祖，哈、哦，对一项无，唔是虚设这顶部呢，哈、哦，伊讲安尼哦，计电视啦，电视讲我大，就是这款的所在呢。真庄严，个拢是顶部做起来，哈、哦。但你搁再看，我在端正有的这个思路。哦，就是来得给解服务海查囡啊，啊，甲这个为母不屈的这师尊，充满伫来得给甲顾这间宫殿，给甲整理这间宫殿。因那是对我拢总有尽忠甲尽忠。假使我是一个残暴不仁的君王，因那肯为我效劳，好、哦，那肯为我效劳卖命，好、哦，好、哦。假使讲我是一个凶恶。吼、哦，毒乱下一个毒夫，毒夫较早即个个孔子叫帝王叫做匹夫啦，讲即类个，吼、哦，吼、哦，因吼，阮敢袂当活着，遮尔富饶自在嘛？安怎样？因为即款毒夫就是即个只匹夫，当然有衰败，吼、哦，但是即卖来讲，善男子，我所证得的对即个菩萨的即、這个。如幻解脱门，如幻解脱门，伊讲以前我的国土里有真济众生杀盗邪见等的恶业无所不纵，但是我为着要调伏因哦，所以我不惜化作恶人，化真济恶人都对，化一个恶人造下种种这恶业，较定出种种苦行来制裁这作恶多端的人，那么在。做得到，我爱好在人心生恐惧，就讲过去有个在众生有个杀到，有诶无乱七八糟在人，要互因恐惧，所以我要断除一切作业，互因搁会当发无上菩提心，啊，搁会当得到未来究竟安乐诶安稳快乐安尼。即嘛，即个讲着讲善男子，我为着众生，用这种善较方便，甘么甘愿着着。将来吼，对着无间地狱，受着无量痛苦的这个危险，要叫人去改邪，叫这众生去改邪归正，请求人。所以我的心内绝对无对这歹人来进行过安尼。很了解，我无很精，但是善男子，假使有一只蚊，还是一只狗遐，我嘛袂去进行你啊。因何况我真计活跳跳的这个啥人类？啊、哦，我来去证明你，即下面即句话看好。善男子，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做善业，但是可以随时随地正福田。哈、哦，就是一时糊涂做了错误的话啦，只要也当痛改前非，放下屠刀，嘛是也当成佛啦。哈、哦，但是佫讲对有因是未来佛啦。未来的这祝福，等于这众生是未来祝福，哈、哦，是我，那有可能去证明你。这话恁听有哈？听有无？有哈？即马搁在善男子，我所证的是这个诸凡的解脱门啊，可以领悟到其实无一个众生真真正正是天生一个，一个啥坏胚子嘛哈？无安尼，哈、哦。所以呢，或者是一时做错作恶，嘛，拢总是为着贪妄执着的缘故。所以，咱应该避免因，原谅因，引导因改过前行。哈、哦，发扬这良善的这个本性，安尼开始菩萨门，而且真正胸怀、心量得着。善男子，我所了解这个境界就是安尼，只有遐一代菩萨。普及一切平等三昧，以得到大自在种种殊胜功德。哈、哦，我这段话应该讲了。哈、哦，我所能讲，来讲。所以这个，你搁再向南方去行，有一个叫做妙光城，遐有一位大光王，你搁去个参访菩萨，得安怎做？不过这一段，伊所谈的众生，挂影啊，塔罗遐拢总一变出来，拢一变叫做诸凡解脱门嘛。拢会变的哦，伊毋是真正，伊就是要解，好在真正即个人道众生即个心灵内底
从这个歹变好安尼，好以为安尼尔。啊，做即马以这个这段道理，伊就讲，好、哦，这个经典哈、啊，印顺大师解讲，伊毋着听着讲，看到伊这个啥物人，这个个无染作王哦，好，这样向我，伊就无爱去参，无爱去参嘛。所以空中有声甲讲，讲你袂使无去。你若无去，这个机会你袂当等。所以我问沙特阿拉伯吼，有人做差人俩，手骨甲倒个灯。我甲你讲，这个政策真好。但是要倒个灯吼，拢总有人在伫边看，像较早犯案的人，会去游街。游街即款人，大家都知影见少。安了解无？啊，所以即款，譬如讲现实的这个国家内底入犯，迄款去欺骗干渣。强迫的人，那边能够点得给暗起来。到底这个是好还是坏？假使给暴露，可能就较无人会去做。所以今仔日吼，注意来讲，假使今仔日若是有一个太假家教吼，应该可能这国民较袂遐向往。贩毒的人，变，吼贩卖毒的人啊，我讲敢听有？迄种强国去欺骗的人，兵拍两下死吼，可能就袂阁再进，阁袂阁再做安徽他面，阁袂阁再进口迄个毒品入来，阁袂再欺骗，都唔敢，无人敢做欺骗的代志。吼、哦，这是真自闭的这个问题。啊，甲今仔日你今仔日改关两单，甲放出去，这应该是叫做假自闭。他说你今仔日会当杀一警兵，等抬一个人。经过一摆人合解这入犯咯，叫做啥乱世用重点，应该无较歹。那按照这个啥，这个个无染作王的做法，安尼可能将来吼，感觉慢慢都唔免搁在迄人安尼客家定定啊。我看你唔知要接受无接受，我是唔知影吼。好，别样，你进只毒品犯偌济？啊，甲病就病，随病就对了，哈、哦。我看应该社会会继续安宁的，哈、哦。这是无染作王，这个处世菩萨的这状况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今麦讲一句实在，因为当时这无染作王的做法，这现代同志都讲啊，哪有安尼？哈、哦。啊，你若讲像阿拉伯的，做差了就剁断手骨，较甲你吃嘛。啊！我咧讲，到以后较无人敢做菜，就免阁加遐麻烦啦，哈、哦！这问题是安尼，免电话警察定在去掠人，掠人像咱遮掠去，啊，得阁放出来，你就得报出来。注意，我甲你讲哦，食酒若去弄死人，是甲关，听无？我甲你讲，就较无人敢介绍啊。看讲你今日食酒弄死人，看要甲你判十等，怎啊甲判咧？哦，司法主要甲判咧。哦，啊，你家己食酒出来了，迄台车甲你没收，啊，搁再甲你关一档啊。我甲你讲，大家一定关起来，都不是袂害害你啊麻烦。都去啊，都甲你罚，即马都变罚5万嘛。啊，5万，那嘛是五横五竖啊。食酒赛轿车的人5万是咧算啥？对吼？有诶，食酒去弄死，就迄个叫啥？偷诈清道夫。嘛是机密，佮随了随报出来啊！啊，所以这代志，我感觉这乱世用重点吼，应该是无加歹，从这染作王安尼，吼、哦，知无？所以今来你甲讲染作王的这个杀戮幽情，唔是真实的幽情，是心通变化，予伊真实幽情唔敢作王。啊，那真实幽情是啊，沙特阿拉伯迄个真实的幽情啊，对。所以他甲你手甲你动两下啊，你。大家都唔敢去偷啊嘛，哈、哦，这就是心境两个比较变化一个安尼，好、哦，这是讲这问题，啊，这是菩萨的一种啥，观教方便教。不过菩萨嘅修行吼、哦，咱凡夫看无啦，好、哦、啊，像这个个现在同住都看无呀，我听人家讲你爱去啊，你若无去，你唔知讲这个。这个无烟做红鞋做代志是合理也不合理啊？爱徛工电才好啊！啊，若讲一句实在吼，
有迄个德行的人，跳这个经典嘛，无过分的。我跟你讲真正，有德行的人，啊，那无德行的人跳这个经典就过分了。你有啥物？有啥物德行？你对众生对佛有啥物贡献？你敢跳这个厝？弥勒尊好了，啊。